泸定桥在前面，瑞金路。 我们先看一下泸定桥下啊，还得往前走啊。 这边住宿的挺多的，一会儿我们再说啊。这边大姐大哥都挺热情的啊，人家问你其实挺好啊。自己找你别得找啊。我们今天肯定得住宿啊，但是我得先去趟泸定桥，我得先看看泸定桥。我必须要看一下泸定桥。 泸定不错呀，我。是什么路来着？红军路啊，这是红军路啊，这是红军路。泸定桥在哪儿了？ 是不是快到？绿灯，绿灯，我们先过去。绿灯，绿灯。哟哟哟哟哟哟！线，快快线，先到这儿这段。